牺牲奉献，不知道。
同学、留学生及日本的朋友，我们与国内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一同来庆祝。今天我们不仅要提到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烈先贤们智商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希望大家一起为创造更美好未来的100年共同努力。3月11日，悲惨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我中华民国台湾马总统呼吁了全国国民共同为了日本热心的捐款，在各位心中应该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日本和我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区最近的邻邦，也是最好的伙伴，更是最好的朋友。今天我很荣幸可以和大家们一起来祝贺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双十国庆，而深深地盼望在场的各位同学，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共同来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100年，让中华民国再踏上一个黄金100年。也诚恳地祈祷天佑日本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谢谢各位，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宾致辞，有请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会长毛有志先生。大使、司会长、杨理事长，还有我们迎宾中华学校的校长，各位同学、各位老师，还有我们的日本的朋友，还有我们从关东，还有从关西，还有全国的一些侨界的各位领导，大家好，こんにちは。今逢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横滨华侨各界庆祝双十节にあたって、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知道，横滨跟中华民国的关系非常的深刻，他的姻缘也是非常的让人感动。我们知道，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在114年，也就是等于说1986年来到横滨的时候，就跟横滨地区的各位先进们结下了非常好的姻缘，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华民国。我们感谢孙中山先生